你对车的想象是什么呢？在我的想象里，它是一个移动的家，需要被整修、被照顾，需要可以遮风挡雨，最好还可以冬暖夏凉。需要木质地板，需要一点油漆，需要像小木屋的屋顶，需要一张大床。需要有温暖的灯光，为了完成我心中的样子，从零开始学水电，学习做木工，我觉得我好像也变不一样的我了，一点一点做出想象中的露营车，原来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。开着一辆很老的车，让它经过20年，还可以在路上跑得飞快，让它成为你可靠的伙伴，带你去你未曾到过的地方。我的 Amazing， 我主张。